Hello，咋样？好久不见，导演。哇，你今天穿得好潇洒。要是平时骑马的话，我就不捯饬这样了。今天听说导演来，要录我骑马，我就简单的捯饬了一下，还是有点偶像包袱嘛。大家都说要卸掉偶像包袱，我发现这个包袱很难卸掉，真的。